你去哪去了？我爷爷这是。嘿，给。今天买的啥？你不想给我啊？啊？去哪去了？吃饭。去哪吃饭去？哎，又搞去。搞坏了，又都错钱了。我看他不买就算了。妈呀！ 你给妹子选高了，美女搞起了。我给你做饭，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用钱去买吃黄瓜？开门！ 这又大了，这还大了，一点点。小月糕。哎呀，你看我的月糕好看吧？你喜欢就好。好看。喜欢就好。挺好，挺好。啥意思？你这又开锅了？这个米线过期了。过期了？哦，我不知道。 帅的，这库和那过期了，帅了，发酵了，发酵了，成米酒了，不能吃了已经，我不知道，所以说煮面了，你煮面吧，或者炒你炒炒别事吧，我给你炒，哎，爸，你简单吃这口吧，煮啥子面？我给你看看，啊，大早嘞是搁那，是啥？我做饭，别吃，哎，看，不好意思，煮多了。 这还剩这么多，你搁那么四十五活，搁那不止5个月的饭了，是你能吃多少了？啊！你妈说的，你一个人能吃多少？你不知道你的料，你刚飘了，你看看这有大的碗，给水出出去，这是。我这不是怕你不给我吃。这是破，这不叫碗。做饼能做饭，秀气巧吧？做比你做饭巧，哪像你做一点点。这又做啥的？这是。洗菜了。 你看看，洗个菜是吧？把五一兜兜。我还洗虾了，那你这里头是虾是哪来的？哎呀，我说做这个饭做的年也不开心，我怎么接？煮个面还煮5个人的面嘞？2个人吃能吃多少？你也不是说是你吃面嘞，你不吃我的下一代。你一个人能吃一袋吧？ 那我现在你这你在那一碗那是一袋，那就是三分之一，是这是四分之一。你个他的菜是给你做也不来了，还念叨。咋了？我做饭就这手法，你做就做不了那少饭，你说就这多饭。你那叫嗨，你还叫就这手法？哎呀，哎呀，吃饱了吧？我看的是。哥，吃饭。嗨，个蛋。夸两句啊。我就夸。 开心点，高配啊！是不是下个谢谢了？不是煮面的时候一块儿，忘了。跟那点儿。你既然回来了，咱们俩就有血色相互包容，和平相处，知道吧？ 不就是因为做了一锅面而已，这个要求。不能提要求，<笑>你的要求都几乎把哈雷完全一样。你想说啥呢？全给蛋。早起哪儿没给你做的鸡蛋？你不吃？忘了。你做的面不吃？你去哪给我吃了吧？明儿吃回来。明儿早吃吃吃完。我吃完了。<笑> 我肯定是你当吃完，哪个一米8的大个还不吃，只有2碗面了。哎，你这吃黄瓜不是搞进去，我吃了一个。我这是啥干的啊？嗯，啥干？